你没真功。有朋友跟他说，你的缺点就是太老实了。难道老实不行吗？难道他想为高雄付出不行吗？他也对全场拜托，希望能给他一个机会守护高雄。好，我先请教一下义中兄，他老实吗？他很老实，他抄袭嘛，对不对？人家从抄袭来抄好几本嘛，他很老实，他把一本96%抄到，然后再抄，他就只很老实的给他从头抄。他想说要抄，我就干脆从头抄到，就老实。一起太老实吗？老实讲吼，他没有训练。你讲老实，按照讲嘛，不是老实这两字啦。嗯，不过他的中文的理解，中文跟咱较无同款。嗯。啊，不过伊嘛是有心机的啦。哎，伊咧讲的是，你记得周杰伦那个歌，他也是抄涉及抄袭，对对，那个，所以他一天下架。啊，后边个有迄条什么，迄条什么莱姆酒嘛，归到的。重点还是那个论文抄袭。嗯，伊这个不敢动，他太老实了。我来讲说，他并没有那么他讲的老实，就是说，伊咧讲这句话是讲别人讲伊想老实，嗯，这句就不老实的啦。哎，因为你觉得一般人会去讲说啊，你只有这个议员上面想老实，嗯，我不会这样讲嘛。对。啊，所以他可能说哦，被逼那个陈其迈相对来说训练的很完整，他，嗯啊，政策很好，很会讲。他要讲演示的说，我心寒蛮恭维，要不我恭维已经实在用这块的红线，嗯嗯嗯，他大概想要表现这个，就是要掩饰他之前的失言。对，但这个并不是他人家看他的形象嘛，嘿嘿，这不是他现在建立起来的形象。他现在他必须要压一回去攻啊，后来大概都干嘛？你想没弄怎么办？你论文抄袭，可能甚至大家讲的还不是叫抄袭的，嗯，根本那你连夸都不夸过的。对，你那时候有没有上课？如果出席记录来看的话，嗯，我觉得那个说不定也不堪检验了。对，但是已经都不重要了。嗯，在过两天之后，嗯，如果李梅珍他觉得是这一次是因为被人家哦，好像国家机器的什么一种误杀，这次落选不是他的错。嗯，你要看下一次国民党在高雄会不会提名他继续参选高雄市长。是，两年多以后嘛，就知道说，哎，这个到底是不是你的问题，还是民进党太恶劣？是，这就知道嘛。嗯嗯嗯。然后，嗯，老实人不会去讲，伊即摆背景是穷人啊。嗯，那不是一个老实人的做法。哦嘞，一个议员再怎么讲，财产，嗯，就算财产一个做民意代表的。你去讲自己善家，讲自己穷人，这个没有人会信的。嗯，啊，所以他到底要相对什么？啊，你想要表现什么？嗯，你想要拉的是那种阶级的对抗？对，我民进党的激进啊，你的陈其迈，你的安诺周兴，跟他你就有钱，我就善家。嗯，这个是很完全错误的。哦，那他的表现跟他的策略，对，跟他自己的本质是搭不上的。啊，这个是他最大的问题。后来来来，那来看一下李梅珍啊，一共一起善家人啊，所以一心不会再善。来来来，咱看一下哦，嘿，这个是公职候选人财产申报表，李梅珍，好，来，咱先看土地啊，这是尹先生杨宏宇，好，这拢是继承，然后各家杨宏宇买卖，好，补起来，房地总价额是2525万，拜托替我记一下哈，2525万，现金李梅珍讲伊零元，现金零元，存款银行啊哈，杨宏宇100万，过来股票伊有5776块，57760块，5万几块，好，股票，过来债券基金。其他有价证券、古董什么，拢中零，拢零哈。剩下的是债务，他的债务啊，总共就4968万。后来，所以他都啊，甲算起来，伊再算2500万，搁有一个100万的存款，2600万，搁加一个158万的车，对不？安尼，搁加一个5万几块的股票，安尼对不？嗯嗯。安尼加起来是偌济？加起来要2700几万吧？嗯，我3000，快3000，快3000嘛。嗯，啊，歹势，啊，伊呐，总共总的甲共的财产快3000，是要哪借4968万哈？不太可能，不太可能，不太可能，应该是讲，伊用遐个土地甲厝去抵押啊借出来，这个是有可能。那我可以，因为你的他写的那个土地价值啦。嘿嘿，大概就是公告性，公告性。你事实上去抵押的时候不止了。哎，阿姆哥伊嘛表示讲，伊家17笔土地
七间厝，嗯，应该拢摕去换现金。啊，好，快紧，来来来，搁看者。头拄啊，郑委员的讲法是讲，伊的土地其实是迄是公告限制，嗯，市价唔啦，所以到我就借遮济钱嘛。嗯，咱假定伊借七成，七成是差不多借五千万嘛。嗯，所以那是伊要借到伊的价值就是安尼有偌济。七千万嘛，嗯，差不多。七千万，你乘以七成，到借出四千九。嗯，啊，那是七千万的人，他敢讲自己上下人？对。那如果用五千万来算的话，他每个月要还的钱好几万呢。好了，再剩余1.5%的利息啦。哎，一年就是75万啦。嗯，一年75万就是够要用6万啦。用6万，借5000万啦，分20年，一年就是25万，一个月够20万啦，安尼就是一个月要还26万啦。哇，那很有钱啊，啊，超有钱的。你定咧借，所以你就清楚的哦。不是啦，他数学，咱就上下人嘛，有房贷就很好算了。不是啊，这种用心算的，用心算，对吧？我咧省差不多吧，一个月要26万，那你到上下人哦。而且这样子还需要家用什么的，所以他们家一个月应该要赚到。你就买40万，对，30-40万才够嘛、嗯。对，因为你要付掉20万的那个，嗯、那怎么会是穷人？怎么可能会是穷人？而且他结婚的，今天还有人特别拿出来讲，就是他结婚的时候不是还登上《环球时报》吗、嗯？他的《环球时报》的那个婚纱就是好莱坞那个专属的设计师，对，然后是贵族业配了，业配，然后嫁给珠宝商嘛、嗯，然后说什么他的。他的什么奢华什么什么什么的婚纱、啊，婚纱定制哎、欸，如果那么穷，怎么会穿一件很奢华的婚纱？嗯，不太可能、啊。而且一般人现金为零是很少吧？然后我存款全部都是零吗？脑壳零啊、欸！难道你他四亿元也有收入啊？对、嗯、那四亿元收入现在一定是汇到你的账户里面嘛、嗯？你可能月光族吗？对，每个月都六到零哎、欸。嗯。不可能吧？而且一个人不可能只有一个存折啊！有的时候家总100万以下免报，你扣你的想，不也还是要了？还是还也不可能，也不可能是零吧？嗯，这个已经超越我们一般人的常识了嘛？一般市井小民怎么可能存款是零？嗯，这个就觉得我就觉得不可思议。